全部都是核心肌群。所以我们的核心肌群不是只有六块肌和八块肌，那是很表层的肌肉。我们事实上在这个六块肌和八块肌的里面，然后侧面，还有靠近你脊椎的前后左右，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肌肉。所以这些肌肉都是我们要训练的范围。那我们今天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先从一些动态的暖身开始。好，所以我现在要请我们的小朋友们和我们的小编跟我们一起做。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啊，然后上班族常常坐姿会不良，所以会有很多腰酸背痛。好，我们现在跪着的时候，请你让你的手腕在肩膀下方，你的膝盖在屁股下方。我们先来做一个动态的暖身。我们现在先吸气，好，吐气的时候把你的背拱起来，然后屁股好像有夹起来，想象自己是猫咪，所以你会听到你的肚脐背现在拱到最高，然后回来中间的时候，把你的背往下沉，视线不用抬到很高，看斜前方就好。好，来吐气。背拱到最高，最高，最高，然后你的下背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拉长，好，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回到中间，我们再配合呼吸多一点点诀窍，我们吸气进来，吐气的时候往上，然后现在再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再往下，所以你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都是在吐气的状况哦，再多做几次，好了，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我们照这样子再多做几遍，让你的脊椎多一点点伸展。好，最后一次。好，然后我们维持手的位置，把你的膝盖往后退一大步，膝盖分开来，然后把你的手往后延伸，身体往下压，胸口尽量接近地面，然后回来中间。这是很简单的，让我们的下背。臀部再做一个动态的伸展，然后我们多一点点诀窍，手要往前顶，然后往旁边撑开。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想象你的手是把垫子撑开来的，所以你的整个肩胛骨的地方会有一点点酸酸的，记得配合适当的呼吸。好，最后一次。好，然后脚回来，回到中间。我们今天会有很多转身的动作，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我们的头上。好，轻轻的吸气，吐气的时候把整个身体转转转，手肘往上转，臀部可以跟着一起转，然后回到中间，碰一下你对面的手，往上。所以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身体多更多的一个动态的伸展，你的腹斜肌、你的深层的肌肉开始做一个热身，啊，你的胸腔也开始做了一个热身。所以我们现在腰椎和胸椎开始慢慢的旋转。最后一次，小编今天有没有觉得很开心？那么久为止，好开心啊！另外一边，好，好，慢慢的把你的手肘往天花板指。好，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两边的旋转的角度会不会不太一样？左手比较大。对，有一边会比较轻松，一边会比较累，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身体都会很惯性的使用单边比较多，所以我们两边的旋转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再一个动作，我们把我们的脚轻轻的往前放，因为我们这个垫子都有一格一格的，你就尽量让你的小腿对齐前面的某一格，然后后面的脚撑直，往下压回来，往下压回来，所以你会觉得屁股卡卡的，然后还有你的髋关节会有一点卡卡的，但是其实还蛮舒服的，我们一边做5到10遍就好。很和缓的一个动态暖身，是不是？好，来，把它到中间。我们最后，放小心一点。我们今天最后的时候，再来做一个静态的伸展。那我们脚先踩着，也方便我们可以做一个动态。那尽量让你的小腿可以平行地面，就是平行在你的正前方。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代表你的髋关节有点紧，记得要常常做伸展。髋关节很重要，因为有时候髋关节这边太紧绷的话，运动上面我们会有很多运动伤害，骨盆会痛，然后膝盖会痛，都跟这边的肌肉群有关系。好，最后一次，好，慢慢的回到中间，然后我们要慢慢的进入我们的运动。第一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先做四足跪姿。好，四足跪姿的时候，手腕在肩膀下方，膝盖打开跟屁股一样宽，在你的屁股的下方，然后现在想象啊，
上边的麻辣锅，所以你的背不是弯的，不是凹的，是平的。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右脚和左脚先起来，尽量不要太高，不要太低，手脚控制它水平地面，然后脚尖也要用力，慢慢的伸出去，寻找平衡，让你的身体是保持在麻辣锅不会掉下来的状态。然后接下来，右脚的脚尖离开地面。维持平衡，专心哦，专心很重要，熟能生巧。当你的身体歪歪扭扭的时候，尝试把它拉回来，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就开始越来越用力了。好，慢慢的回到中间，换一只手脚看看。大家一定会在想说，为什么会东倒西歪了，对不对？其实我们记得哦，我们的核心肌肉群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维持身体的平衡。好，所以等你们走到平衡之后，再试着慢慢的把脚尖拉起来。我们等一下多练习几次。你的小腿也要用力，感觉你的小腿两只脚还有你的手都是往前喷出去，往后喷出去。你的身体要尽量把你的身体拉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核心肌群越有力气的时候，你身体的平衡感会越好。所以严格来说，训练核心有一个方法叫对抗旋转。我们现在的身体要对抗旋转。所以如果你能够维持在这个状态下，就代表核心肌群用得还不错。好，放下来，放松一下你的手腕，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做第二次会比较轻松一点。怎么应该握什么？你刚可以吗？我觉得两个都还不错。真的吗？换边会有掉下来，这个小腿那边会。一刚开始做的时候，一定都会东倒西歪，然后感觉腿拉不起来，一直掉。那就是我们的核心要压。第一个让他习惯动作，然后第二个就是迫使他要出力更多。我们再试一次哦。好。好，记得专心来，把我们的右手跟左脚伸起来，做一个鸟狗式水平。等你已经能够找到平衡了之后，才慢慢的把着地的那个脚尖拉高。试着寻找平衡的感觉。我们的两个小编其实蛮厉害的。中间，另外一只手脚拉起来，好，然后把你的脚尖飞起来，很不错，好，放下来，我们要再进阶一点点。我们现在回到四足跪姿，然后我们的脚尖踩住地面，试着膝盖离地一公分。好，所以你的手脚要用力更多更多更多，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转身的动作，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右手跟我们的左脚往前伸，然后转回来。好，然后你的背要是平的，背的麻辣锅然后我们的左手跟我们的右脚往旁边伸，然后回到中间，膝盖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离地一公分。好，再转，回到中间，再转，动作慢慢的，请你们维持你们的肩膀在你的手掌上。还好吗？肚子有一点点酸酸的吗？有，肚子和肩膀，所以要尽量让你的膝盖靠近肩膀多一点点。转身过去的时候，整个身体做旋转。回来中间，好，最后一次，稍微放松一下下，都还 OK 吗？好，来，我们轴身做一个轻松一点点的，好，把我们的左脚伸起来，往右边画，拉到中间，右手往左边画，右脚往左边画，拉到中间，我们二十秒就好。好，一样，我们的手尽量不要拳头合在一起，因为这样我们的肩关节会内旋。所以把我们的手尽量打开来，跟肩膀一样宽。好，继续做哦。然后你的背要是平的，对，然后回来中间，屁股稍微拉高一点点。好，继续哦，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趴着。我们刚刚呢有训练了我们的深层的一个腹部的一个深层的肌群，叫腹横肌，像大腰带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转身的动作，所以你的腹斜肌有进来。那现在剩下有一个肌肉群还没有动到，就是我们的后背。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趴着，然后你的脚尖先踩住地面，等一下控制脚不要离开地面，然后
把你的胃缩进去的感觉。所以虽然你趴在地面上，你的肚子不会顶到地面，然后试着我们视线看下面，等一下起来的时候往后夹的时候，胸口离开地面，然后回来，胸口离开地面，回来，吐气，回来，请你们的视线都保持看下面，所以脖子没有压力，胸口拉高，胸口拉高，很好。胸口拉高的同时，你的肚子不要去顶地面哦，不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好，我已经有听到那个我们的小编有点在憋气，请不要憋气，保持呼吸。好，来，先吸气，先吸气，吐气的时候起来，回来。吐气的时候再起来，所以你要尽量用你背后的力量去拉高。好，我们试着加上手脚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一只手起来的时候，单只的脚起来会简单一点点，然后回到中间，换另外一只脚，两边轮流。好，我们二十秒钟，好，看我们是一只脚就好，很好哦。所以你们现在都有用到你们的竖脊肌群。好，记得做的时候你的肚子要收进去，是用你的胸椎把身体拉起来，然后保持你的骨盆底肌要用力，所以憋尿跟憋屁的感觉要坐着，我们整个核心肌群都要让它处在一个专注的状态。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趴着休息一下下，没有非常的喘，可是还是会让肚子有点酸，对吗？有。好，来，我们先坐起来，然后我们休息时间的时候，小编是有些话要跟大家说，我们等一下要再练习一次哦。这次比上次冷静一点，冷静蛮多的吧？上次做完的时候，大家怎么样？拿过来，无法好好说话。我们现在在新北市有开幕一家我们的星河爱漂亮，是新北市的第一家星河爱漂亮的美容馆。那大家可以先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加我们的 LINE at， 搜寻这个账号。加入之后呢，可以发一个 Hi 给我们的群组，给我们的那个账号，那我们就会发一个肌肤检测的东西给你们。那你们可以线上去做一下肌肤检测的动作，然后我们就会送一堂美容疗程的课程，可以让你们去体验。因为我们这个是新北市的第一个据点，对不对？就是我们新彩新河的第一个据点。对对对。那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要怎么走？它其实在板桥的新埔捷运站一号出口出来，然后往左边的巷子走进去，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新河爱漂亮哦，非常的近，很方便， 很方便找到。嗯，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搜寻这个账号哦，去搜寻一下我们的新河爱漂亮。好哦，那我们继续运动好吗？好啊，好。哎、欸，小编，你还有什么特别要讲的吗？就是请大家去扫这个 QR code， 然后回传一个 Hi， 然后我们就会传那个肌肤检测的网址给你。然后如果你们在10月31号前做了，然后回传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会送你一个美容的课程哦，这样子。对对对，嗯，好。好哦，好，那我们刚好差不多休息时间，所以要进入那个第二轮。好，那我等一下做完再跟你们分享。我上礼拜也有去，但是我是在台北馆，然后我有去那个美疗馆做了对一系列清粉刺，然后就是哎，那是什么酸焕肤？哦，生态酸，生态酸，对，酸，一点酸，多肽酸，一直忘记多肽酸焕肤。然后大家看我今天皮肤倍儿亮了。我上个礼拜从泰国回来的时候，就是还有一点小痘疤，然后我觉得做完那个多肽酸之后，就是这个黑色素消掉的话，而且它很温和。它很温和哎、欸，它很温和，然后我就觉得状况非常好，因为我做完的时候皮肤有点亮到，想说我是涂了一层蜡在上面吗？嗯，我觉得非常的棒，真的非常的棒。对，好，而且重点是疗程只要688，超便宜的。对，重点是很便宜。对对对，我就听到我旁边那个隔壁桌的妹妹就很开心在聊说，她以前去那个一般的挤粉刺的美容店，然后他就被挤到，就是那个美容师就会追求卫生纸上都是挤出血，然后都是那个，然后他就吓到再也不敢去。可是他后来在那边做的时候，他就一直说啊，好舒服，好舒服，然后就一直说他要再买很多，要带他妹来家。我想想，真的蛮厉害。对啊，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看很亮，超亮的，超亮的。好，那我们第一个先从鸟狗式开始，然后加上一点点变化，所以你们就专心在动作上听我的指令。那我们粉丝朋友，请跟我
保持专心。好，记得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你的身体对抗旋转，核心肌群就会用的越多。再一次，好，放下来，换一边试试看。所以你会发现很神奇，你的肚子是慢慢的酸起来，它不会马上。好，然后试着把你的手脚伸进来，出去。如果可以的话，你着地脚的膝盖再把它那只脚的脚板拿起来，只用膝盖着地就好。我们与地面的接触点越小的时候，身体平衡就要用的更多。好，一抬头就掉下去了。我觉得你们都做得很棒哦，加油！然后再5秒，5、4、3、2、1。好，然后脚尖踩地，我们接着膝盖离地1公分，右手向左脚转过来，然后回来中间，然后另外一只手脚，身体跟着旋转，控制你的肩膀留在你的手腕上。每次回来的时候，检查你的膝盖是不是靠地板很近，加快速度咯。1、2、3，有没有感觉到旋转的快感？4，哇，我好会出去的感觉。7，我们做到10就好。8、9、10，然后，趴下来。对，我们先做背的那个动作，好，肚子吸起来，然后每一次就一只手脚。一只手脚，大腿离开地面，胸口离开地面。好，我们做换肤，还有棉条的同时，大家记得要运动流流汗，才会让你的基础代谢，让你的身体代谢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才会越来越漂亮哦，是不是？是。胸口抬高，视线看下面，视线看下面，脖子才不会有压力。5、4、3、2、1，然后撑回来，加上最后一个慢速的，好，小打开跟屁股要宽，肩膀在手腕上方，好，肚子稍微拉高一点点，肚子用力哦，慢慢的把你的左脚伸进来，到第一条线，到第二条线，第三条线的时候靠近胸口，回来，1、2、3，很好，3、2、3，回来，4、2，呼吸，回来，再各一次就好，2、3，最后一次，1、2、3，好，慢慢的放松你的身体，有觉得肚子比较，应该是说有觉得你的平衡比较好一点点吗？有比较好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核心肌群很好玩，刚刚的动作其实非常的缓和，没有那么的累，可是当你做到第二轮、第三轮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变轻松了，然后平衡感变好，好像身体旋转的没有那么多，就代表你的肌肉开始慢慢醒过来，因为你把它一块一块的叫醒，然后它参与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有很多条肌肉这样把它绑在一起，所以你做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体不会晃动那么严重。所以核心肌群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身体在对抗旋转，当你必须要维持你的平衡的时候，核心肌群作用就会很多。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要练腹部我就永远要一直卷腹一直卷腹一直卷腹，或者我要一直仰卧起坐，那是很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在锻炼的就是很表层的肌肉。所以像我们今天简单的用几个动作，就是把你的腹斜肌，然后你的竖脊肌，你深层的肌肉，然后加上最后一个动作，我们脚往最前面的时候，你的腹直肌，就是6块肌和8块肌的那肌肉就会进来，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酸哦。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很简单的伸展的部分，好，会很舒服哦。把你的脚后退一步，好，然后慢慢的屁股往后退，往后退，手往前跨，手往前跨，所以你的屁股会悬在上面，膝盖可以分开一点点，然后你的背整个往下拉，这个拉让你的胸口感觉要去贴住地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整个背、你整个胸口、你的臀部都在做一个很舒服的放松。那直播怕大家会很无聊，我们正式放松的时候，每个部位至少一定要超过30秒钟，不然
你一刚开始放松的时候，你的神经都还没适应，你的肌肉就不会真实的在拉伸，所以一定要超过30秒钟，好吗？好，我们假设现在已经过完了30秒钟，过了，然后慢慢的回到中间。好，我们来做刚刚你的小便觉得很舒服的动作，把你脚伸过来，尽量对齐前面的垫子。好，然后这次你的脚可以放下来，脚尖不用着地，然后身体慢慢的往前趴下来。可以的话，你的身体再往前。如果这样就很卡了，就是两位三个柔软度。我刚看他们两位这样慢慢的在趴去趴出的。这个动作其实最主要就是放松在你的髋部肌群，所以其实真的很多男生很紧，其实很多女生也很紧绷，就是记得要常放松，因为你这一边的身体功能肌肉紧绷程度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做很多下半身训练的时候才不会有运动伤害。那可以的话，身体慢慢往前。然后让身体做一个放松，然后等一下我们三个都睡着，然后直播3个小时还没结束，因为都三个睡了。好，要记得要超过30秒钟，然后慢慢的起身，然后慢慢的把你脚拉起来，再换另外一只脚。好，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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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放下去。那像有的人如果真的身体下不去的话，你前面的脚可以垫高一点。垫高一点点，是可以作弊的，没问题。30秒钟的时间，慢慢做放松。那如果有些粉丝会觉得说，那我们的这个运动的频率，像我们刚刚只是很简单的，是从一个热身，然后启动你的核心，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些徒手运动放在，比如说你的重训之前，让你的核心肌群醒过来，或者是你觉得刚那样就已经很累了。你就可以用那样的频率，然后可能稍微增加一点秒数，做4到5轮，它就会是你今天在家里的一个垫上的核心运动。那当然，我们训练腹部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大家喜欢那种静态胜于硬式的话，我们以后也可以多分享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核心肌群的运动。它可能会结合你的骨盆底肌，结合你的横膈膜，结合你的呼吸，然后让大家会学会去用你的腹部。好，慢慢的回到中间。好，然后最后我们轻轻的把我们的身体做一个转身，让你的手指贴花板。好，一样，我们尽量让手指直过去，然后让你的胸口做一个延伸，保持呼吸。好，一样，要30秒钟的时间，我们假装已经过了30秒。好，另外一边，我们在美疗馆的东西啊，是不是？比如说像那个多肽霜焕肤也是可以。每个礼拜做的，可以吗？它的时间差不多在2个礼拜会比较好。2个礼拜会比较好，那就是等我比赛完再慢慢回去报道。喜欢今天的运动吗？超喜欢，而且我觉得很舒服，是不是？全就是不是只有表面上在运动，那全身都伸展到这样子。我觉得运动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这边的学生，或遇到很多的粉丝朋友，就是他们都会喜欢。特别钟爱单一面，像有的男生，他可能就是觉得这样太 girl， 我太喜喜欢，我喜欢就是那种很 hardcore， 就是啊流很多汗，像之前穿。然后像有女生就觉得我喜欢这样静态多一点。可是大家记得，就是原则上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要做，就是你会有比较喜欢的，你可以多做一点，但你一定也会有比较讨厌的。比如说，通常女生就是讨厌很穿，男生那种讨厌那边静态就是那个。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也是那个初学者，可是我觉得今天做运动是很舒服，而且就是真的有在，好像在，我们把它想成是矫正你的肌肉好了。所以像你们刚刚对肚子的感觉呢是什么感觉？就是当他在用力的时候，他用力可是又好像往前伸展的感觉，不会说像我们在卷屈伸的时候，它是挤成一块。对。是，因为我看很多男生，他屈伸那样子，这样一直练一直练，是有形状，可是他的腹肌会很乱。嗯，但有的时候腹肌的那个排列也是跟你天生有关，还有跟你就是乱锻炼是会有一点点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两个小编今天等一下回去，他们应该会觉得身体有多很多的舒服，因为有些伸展，然后把一些该用力的肌肉找起来。然后但我还是要回归，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新彩的教室不会每次都那么舒服。那我们可以综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稍微喘一点点，然后有的时候不要这样子静态多一点。那至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你们记得什么样的运动都要做，因为你只做伸展，你的心。
心肺没有提升，你的体能就不会变好。你只做心肺，柔软度很差，你的运动伤害就会发生，所以就是都要做。